台中74号快速道路潭子到北屯区段桥下一大片的裸露地没有植栽，当东北季风一吹就尘土飞扬，居民苦不堪言。竹山紫南宫元旦发钱母，当天晚上旁边的彩券行就开出头奖，店家特地发送红包让民众沾沾喜气。南投中兴国中拍摄微电影来宣传学校特色，师生们担纲演出，表现可圈可点。